个角有效果跟有科学的验证。那所以呢，现在呢，大家做了很久了，那现在我手上的那个呢是止痛贴，那不用介意，这个东西不要吃啊，大家都不用怕，而且呢，你贴的话贴在衣服上面也一定有效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一定要贴在肉上面呢，就等于你的那个产品的远红外线的发放率不够，因为远红外线如果你的发放率是超过90的话，它能穿透衣服。如果它不能够穿透衣服的话，它怎么能穿透皮肤？如果没有办法穿透皮肤的话，没有办法穿透你的器官，没有办法穿透你的细胞。所以呢，如果啊，等一下你们举手就好了，我们的同事坐在前面。如果你有脖子痛了、手痛了、脚痛了、头痛啊，什么痛也可以啊，你就把你这个贴纸贴到你痛的地方去啊。如果说这个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？原理呢，等一下再说。大家现在呢，就我希望大家试试看。如果我看到那个小姐就马上有痛了，那我这边的小姐呢就会跟大家，你们举手就 OK 了。比如说脚痛啊什么的都可以试。你就贴在你的衣服上面就 OK 了啊，不需要，不一定要贴在你的肉上。啊，我现在在讲的就是，刚才我不是说我们的东西已经得了那个国际的验证，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拿了什么的国际的验证。我们公司呢从1988年呢就开始研发，那一直呢就是16年的时间。我们一直到2011年，就是4年前的，我们的东西呢都成功的发展出来，而且拿了验证。刚才我不是说吗？我们的产品呢是结合了两大生产系统的我帮你贴，一个是生物信息 bioinformatics。另外一个呢就是远红外线 far infrared rays， 那这两个前瞻性的，现在除了我们的科学研发结合了这两个在医生，而且不用外来的电源，是全世界最环保的一个能量贴之外，现在目前在史上没有人能发明这个东西。而且呢，这个呢，我们要给大家一个，大家就给大家一个奖金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研发团队全部都是香港人，等于是我们的中国的同胞，是不是中国人的骄傲？我们要拍拍手啊！中国人，我们研发的团队一个外国人都没有啊！我自己也是啊，中国人呢，我也是香港出生，那我的研究团队，我们里面的中医了、西医了、博士了，全部都是香港的团队。而且呢，我这个呢就是没有用政府的记住的，全部都是我自己公司在研发的，我们花了16年的时间。很多人在访问我的时候就会问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啊，我的那个学士学位，我是会计师来的，那我的硕士学位呢，我是读电脑的，那人家都会说，为什么我突然间会去搞这个就是这种的科研呢？这个故事很简单，我1995年的时候呢，我去滑雪，因为我是运动员来的，我19到23岁的时候，我是香港代表队，我是打壁球的，我是代表香港去打壁球，我是一个运动员来，那所以呢，我是常常去做运动，我很喜欢去滑雪。我1995年的时候，我去这个就是很高速的那个滑雪啊，那跌了之后呢，我的这个脚就断了，我的膝盖就断了。断了之后呢，我做了手术之后呢，康复了五年，康复不来。我那个时候呢，手是这样子的，还是有一点点，因为做了手术之后，因为我的筋也断了，骨头也断了。那他做完手术之后呢，你知道筋如果断了连起来之后会短了一点点，那好像就是长短脚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我的要用力的时候呢，我膝盖根本就受不了，我天天在吃止痛药，我天天在吃那个西药的类固醇，那吃的太多大家都知道那个副作用是怎么样。那但是呢，我5年之后呢，我就觉得很不服气，那个时候1995年呢，我才30几岁，现在我已经50几岁了啊，这样子一点都不像哈，为什么呢？那要用我们的能量贴，我们的能量贴，因为我们是 DNA 排序，
把你的 DNA 回复到你最年轻、最健康的状态。好，这个我1995年的时候，我已经30几岁，我就觉得我不可能30几岁就是一个破子，我不可能走路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现在都还可以穿这个那个高跟鞋啊，对吧？那那个时候呢，我5年没有做运动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是一个运动员来说，5年没有办法做运动是一个很惨的事情。结果呢，我就放弃了。我那个时候中医、西医、神医我也看过，我真的不跟你开玩笑，我连神医啊，去排队排5、6个钟头啊，有一个神医啊，要吃什么很古怪的东西我都吃过，都没有用。那后来呢，我就放弃。我放弃，我说没有关系了，我就绑着那个脚，我还是继续去滑雪。我滑雪、滑水，我骑摩托车啊，台湾就是我是飙车的那种啊，不是小小的啦，我是开那个650cc 的那个摩托车的啊，我是赛车的，我也知道小型赛车。这是我是一个什么运动都玩的人。结果呢，我每一次去滑雪，我要带中医一起去。为什么呢？每一天滑完之后呢，中医要马上把我针灸，不然的话我的膝盖就会肿起来。那现在呢，大家可以看看我什么事都没有了。你看我都已经完全康复，就是2011年的时间，我做了破子做了10几年。那后来呢，我跟我先生呢，他也就是这个故事啊，我每一次都跟人家讲，我先生呢就是出自一个什么字啊，一个爱啊。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爱，如果每一个人对我们周边的人有一个爱，就是很好的。我先生就看到我这样子很痛苦，那所以呢，他那个时候1999几年的时候，全世界在研究 DNA， 对不对？全世界说啊，基因怎么样啊，什么那个基因库要怎么样去做这种事情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1998年我们就成立了现在四个潜能这个公司。那我们去做研发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是请了很多的那个biochemistry 生物化学的博士来去做这个基因的研究。那我们不是干细胞哈，我们不是干细胞，干细胞不一样，干细胞是无中生有，我们呢是把你原本的细胞，你原本，比如说你天生你的 DNA， 你的基因没有出现问题。你本来是怎么样的，我们就把你还原到你年轻的时候的基因，是这样子哈。不是，如果说我有人本来他出生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到东西了，他是基因出现问题的话，那这个要干细胞才能帮助他，我们的贴纸是没有办法的啊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跟干细胞是不一样的原理。那所以呢，我是什么都没有给你的，我是给你一个东西而已，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亚健康，先不要讲我们生病为什么我们会有亚健康啊，大家你想想看哈，如果现在我们回到我们18岁20岁，大家想象一下，你18岁24岁的时候是怎么样，精力充沛，对不对？年轻力壮，对不对？男生也好，女生也好，那个时候我们全部发育已经完成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身高了、体重了、你的器官的发育，全部都已经是最健康、最好的、最旺盛的时间。那个时候我们有基因的图谱 pattern 图案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到那个DNA 的图案不是这样子？这样子的吗？这个呢就是一个基因的图谱。那图谱里面呢，我们肉眼看的就是只有这样子，其实不止这么简单的。那个图谱呢是很复杂很复杂的图谱。那现在呢，这个图谱呢已经是公开的一个不是秘密来的，已经10几年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最近这5年那个基因的发展有这么快？原因是因为大数量的数据要超级电脑的速度才能运算到出来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今年是5年前，可能我们还没有研究成功，因为那个电脑计算的数量
速度没有那么快。那所以我们的产品也在2011年的时候才成功的发展，因为那个时候那个 supercomputer 啊，那个超级的电脑出生了，那我们呢可以运算的速度会快很多。那刚才刚刚贴的那个贴纸啊，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里面的基因图谱的数据大概有1000多个，其实这个很小，1000多个而已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有其他的，比如说像我手上的那个就是护心保健贴，那这个贴了之后呢，就是三高。三高是什么？是哪三高啊？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。那这个呢是，如果贴了之后3个月之后，你的三高呢不用吃药了就会掉下来。那像这个三高贴的话，一个一个这样子的贴子里面有超过15000个基因图谱的信号在里面。那我现在呢，今天呢，我不要讲的这么深入的那个科学化，但是呢，如果说，我想请一个刚才没有贴贴纸的啊。如果你认为你自己的筋骨不柔软的，出来，我超硬，超硬的啊！好，你穿高跟鞋更好。为什么呢？我想给他试试看那个，哎，为什么两边都没有？哦，OK， 哦，这个不是止痛的耶，你们用来做止痛的？哎呦，这个是三高的嘞。这个比止痛的贵很多倍的，那你们就用来做止痛，其实也有效，但是这个是三高贴。哎呀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好，那贵姓？金凤，冯小姐，谢谢啊。好，那冯小姐啊，那你现在呢？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那你站起来，然后那个膝盖不要屈。哦，你看俯仰区要直的，然后呢，你看看你的手可以放到哪里去？最近了是吗？那我们去量一下。好，有没有看到这大概在这个缺口是吧？好，它离开地大概在这个缺口。好，我现在就指给你。那你现在吸呼吸？深呼吸。放。再呼。放 ，OK， 再呼，放 ，OK， 好，这个贴在膻中穴，再深呼吸，再放，再深。那你自己有没有任何的感觉？热热的，他已经感到热热了啊。好，没有关系，做了，再下去。好了。你现在再下刚才。哦 ，OK， 等一下，再下去吧。来，不用躲了吧，不用量了嘛，你看低了很多嘛，你自己觉得是不是很奇怪？是低了很多。哎，真的，真的，为什么？哎，刚才那个冯小姐，她本来呢，还没有贴我的贴纸的时候，在这里，现在贴了之后呢，这里几串啊？三英寸是。10了，有没有10公分啊？有啊，有啊，10公分。那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了一个中医写的一本书，叫做《筋长一寸，长寿10年》？那我今天送了35年给你了。谢谢。那这个呢，我不认识他，那但是呢，很奇怪，我把他拿走了，他都倒回原形了。哎，但是他还有一点点余力。那你在这里讲几句话了，那你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奇怪？对，真的很奇怪，而且贴在衣服上面，就贴在衣服上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为什么可以贴在衣服上？主要的原因大家记一下嘛，我们的能量贴那个远红外线的发放率是全球最高的，是平均超过97%。如果我贴在你的衣服没有效的，贴在你的皮肤上也没有效，你想一想，对不对？因为远红外线呢，它会有这个渗透性，如果它没有办法穿透衣服，它没有办法穿透你的皮肤，没有办法穿透你的皮肤，没有办法穿透你的器官，没有办法穿透你的器官的话，没有办法影响到你的细胞。为什么有这么快？因为我刚才不是说
说吗？我这一块这个不是止痛啊，止痛贴没有办法做到刚才那个，只有我刚才刚那个，刚刚我给冯小姐切的这个就是护心，就是心脏心脑血管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一个保健贴，为什么要贴在膻中穴？那在座有很多中医哈，膻中穴的话呢，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。那是不是紧了好多了嘛？对不对？那恢复原形了嘛？啊，因为呢，我们把最健康、最年轻的生物密码放到我压迫到我的贴纸，然后呢，里面有超过97%的远红外线。我刚才呢贴了他的膻中穴，马上他的血液循环了，然后呢，你的筋全部都会变成好像你年轻的时候，马上就会柔软。然后呢，它能够做到这个，而且刚才我不是贴了叫它深呼吸吗？那深呼吸的话，它会觉得热。那待会，那这个呢，不是摸熟的表演哦，这个是科学来的。我们在第一个柜台里上面呢，我带了血管微血管的潜位镜，这个微血管的潜位镜呢，一点入心性都没有。那你把你的手指第四个左手第四根手指的微血管直接通到你的心脏，你去叫一下，大家你叫一下之后呢，你就会看到你的血管的流，就是那个流量。如果你的血管堵住了塞住了，或者是已经塞得好厉害了，你的血管呢会打交叉，可能变成一个八字。最健康的血管呢是急的，好像阀，就是我们阀闸，就是急的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你的血液循环呢应该要很快，而且血液里面呢只应该有氧气，一滴一滴白色的氧气。那当等一下你们去测了之后，你看看自己的那个血管，我能把这个贴到你的身上，1、2、3秒钟之后，你的血管好像走 turbo， 马上你的血液循环的很快很快很快，然后你会自己看到你的那个白色的一粒一粒的那个氧气会多很多。所以刚才为什么我贴的就会这样子？那刚才工作人员有这样子了，已经时间够了。那再送给你，再下一次，深深呼吸，1、2、3。3秒钟，好，下去。没有，再下去表演一下。你现在又可以了，发出去给你。是不是力很多？我可以跟你讲，一个小时之后呢，他可以站到地上。一个小时之后，哎。你也上给我一踢就 OK 了。哎，对，之后的是吧？马上啊。对。继续啊。头晕哦，好了。那这个小姐怎么称呼？林小姐。都到了，差不多到了哈。好，那如果刚才你们贴的，你给我看看。好，如果你们刚才贴的止痛贴，如果贴的止痛贴，现在呢，如果你痛的地方，应该现在已经有感觉了，可能也更松一点。但是我可以跟你讲，只有80%的成功率，因为呢，我们是做了一个281例的那个医学的临床实验。哎，你可以，我等一下解答你的问题。如果你是功能性的痛，什么是功能性的痛？比如说你真的是劳损啊，腰骨劳损啊，脖子啊劳损的话呢，一定有效。但是如果你是病理性的痛，什么是病理性痛啊？比如说你腰骨痛，原来你有生病，或者是肝病，是你的肝脏跟肾脏影响到你的腰会酸痛。那贴我只是贴我的止痛贴的话，因为我的止痛贴没有帮你治疗你的肝病跟你的肾病，所以呢，有20%的人，如果你的痛症是因为病理性而得来的痛症，那可能没有那么快有效。那一定要贴我们的心脏，刚才就是胸口的那颗才有。
那刚才林小姐跟我说，她贴了这个之后，啊，有些人会，如果你有这个的话呢，举一举手，有些人马上会觉得头胀，有一点不舒服，头晕，有没有？除了林小姐有这个反应之外，有没有？没有哦，没有关系，一定有的，有的等一下再来找我。好，好，如果你有的话，证明是什么？精明，你现在你刚才贴的是贴了你的风池穴，啊，是精明的，你的血管已经硬化了，那你脑血管有硬化的那个状态，所以呢，你贴了这里之后，供血会比较多。如果你已经你的血管比较塞了，塞住，你的比较硬化，突然间我供血这么快，你是受不了。那没有关系，等一下过去，我给你另外一个佩戴心脏出去。那马上，因为你的心脏不好，那你现在我的能量，我们供血比以前快，等于是你的好像你的水管，你这个水管的水流比较多，但是你的水管已经塞住了。那这样子我水流下去的时候，你都不习惯，不习惯的就有这个感觉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如果有这个感觉呢，你说是好还是不好？有感觉是好，证明你知道自己的血管不好。有些人没有感觉，因为他已经晒得好厉害，没有感觉。那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？不用怕，不会晕倒的，只不过呢，他会麻痹，手会麻痹。如果晒得好厉害，比如说中风、中过风的人，啊，他用别的贴纸，我们有中风的贴纸，我们呢很多很多案例。半身不遂的人贴了一个小时之后站起来可以走出去的，我们都有这种的病例。但是时间的关系呢，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真实的国案是开镜性，有没有开镜性是这样子吗？拿都拿不到，贴了15分钟之后他可以把杯子拿上来。是我想请问一下，我妈妈就是中风过后，然后就是手脚现在还麻痹。那中风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中风黄金的那个治疗的时间，他已经三年了，要很长时间，最好是半年之内来找我们的话，或者是贴我们的贴的话，我保证他100%恢复原，完全恢复一模一样跟以前。那现在有没有办法贴？可有一点办法，三年的话，十年的话呢，你的细胞可能都已经睡太久了哈。他什么都能做，也能走路，什么都能做，就是这个手跟脚。等一下再说好不好？因为可现在时间已经够。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在这边也有机器会测试大家的那个血管的。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，也可以待会来找我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。